天然眼霜亚太区的代言人 Into One 赞多，要在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块共襄盛举。另外，在我们今天的直播过程当中，会有不间断的互动的抽奖，抽奖总共有三轮，前两轮呢会送出的就是亲笔签名照片，不同的准备的是不同的。爱天人多有心呐、啊，给大家准备两张不同的照片给大家随机来送给获奖的朋友们，两个版本都很帅，会随机送给大家。另外，今天请大家一定要关注到直播的最后，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爱天人品牌为大家准备了一份神秘的大礼，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大家期待一下，持续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多多参与互动，每个人都有机会。另外，我们有几个原则是大家必须坚守的。首先，请多多点击关注，然后要点击入会，参加到我们品牌的入会，然后再要多多分享我们的直播间到各种各样的社交平台上面去，然后多多点赞，并且按照您的需求，有什么需求，比如刚好眼周敏感啊，或者是眼周最近非常的老干糙敏啊，想解决一下的话，按照您的需求来下单，就可以有更多的得奖的机会。另外，今天最后的奖品到底有多么神秘，多么的大，我在今天最后的环节会告诉大家。除了我们今天互动抽奖之外呢，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直播间的专属优惠价和超级多的精美的周边，多重惊喜，千万不要走开。在今晚的直播间购买我们的爱赞小针管眼霜的正装，就会给大家送我们的海报一张，超级赞，惊喜超级多，漂亮超级多，也很天然，对不对？那今天晚上呢，购买我们的组合特惠，还会送给大家我们的什么呢？来，请大家看一下，送给大家贴纸一张，明信片一张，还有我们的人形立牌送给大家一张。那眼霜呢是一共有两支的，我们的组合装，好不好？各位，所有的周边的数量是有限的，先到先得。我们还将在今后的直播当中会上架我们的爱赞小针管眼霜的礼盒，礼盒就在这儿了。这个礼盒给大家，数量只有1000份，多一份都没有，只有在今天直播间才能买得到。里面的周边更加的精彩，大家可以敬请期待一下，好不好？好，各位，我们的点赞弹幕，包括我们的分享，还有加关注，多多刷起来吧，让我们的赞多能够感受到大家满满的热情。看看时间，哇，时间真的是一分一秒都不差。现在我也邀请现场我的同事们，当我倒数三二一过后，请你们叫出他的名字，好不好？各位，让我们一起叫出他的名字，三二一，他就是赞多。让我们欢迎爱天然眼霜亚太区代言人 Into One 赞多，欢迎大家好，给名赛 ，Hello， 大家好 ，Sit down please， say hi， 嗨，大家好，我是 Into One 赞多，哇，今天是天然直播间。和大家见面，谢谢大家，谢谢赞多，哇，赞多一来，赞变得好多，而且这么多的赞，好天然，这么好多天然的赞，我好爱，所以是爱天然赞多来的直播间，直播间，You are so cute, you are so exciting。好，各位，我要跟大家说，虽然我也是男生，赞多也是一个男生，但今晚男生沉醉在男生的颜值里面，我刚悄悄看了一下。怎么样 ？Your eyes so beautiful, yes, so cute, so deep, so shining. 谢谢。很漂亮的眼睛，难道这就是擦过我们爱天然眼霜的眼睛吗？这就是我们爱天然眼霜的亚太代言人吗？对不对？对啊。谢谢，因为我以前也知道爱天然这个品牌，对，以前知道很喜欢，然后呢？我竟然成为爱天然想要台出代言人，非常开心，谢谢大家。哇，对，拍广告的时候开心吗？对，拍广告的时候也非常开心，然后放松，还有呢，非常非常的愉快，对不对？对，愉快，对。哇，很愉快，非常愉快。哎，各位，你们知道吗？我其实有做过考察，如果要是让很多小朋友刚刚学习中文，让他说愉快两个字，超级难。对，愉快吗？他可以说愉快。愉快，还有现在直播吧，所以一点紧张。怪不得他带给我们的快乐比鱼游的还快，这么的愉快啊，各位。哇，赞多超级温暖。最温暖的赞多，他值得最多的赞，同时也值得最天然的爱，值得我们超级多的赞啊！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多多在我们直播间里面关注点赞。
赞分享，用多多多多的点赞回复超级爱爱爱爱的赞多、嗯、让我们一起为赞多点赞、嗯、为爱点赞 Let's together 为爱点赞，哇超级棒超级棒、哦超级棒！点赞，得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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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各位，那么收到大家这么多的鼓励以后呢，嗯、就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环节。接下来我们的环节的名字叫做“爱赞知多少”。那接下来呢，看、嗯、小姐姐递给我一张非常非常棒的板子，哦、这里面 呢是。It's secret for you、里面全部都是赞多很多的秘密啊。那待会儿呢，其实我们也是之前在我们的官博上面的留言当中挑选出了一共有五个特别棒的、嗯、就是问题，然后待会儿呢、嗯、我会作为Oscar， 然后待会儿我们的赞多会一起来回答这些问题、嗯、好的好的，所以答案马上就揭晓了，都是你们提问的问题最精华的好吗、嗯、OK let's begin OK 好，那接下来我们又开始了，嗯 OK the first one，各位第一个问题、哦、睡前一定要做的三件事，哦好私密哦，睡前洗澡刷牙擦眼霜，洗澡刷牙、嗯、擦眼霜，对啊，因为爱天然的眼霜很棒，各位，对，但是我觉得洗澡刷牙大家应该都一样，但是工作超级忙的时候、嗯、很容易忘记擦眼霜、嗯、对不对、嗯嗯、但是呢就是眼霜的时候非常舒服，睡觉一见面的时候非常舒服，然后睡觉，所以非常舒服的睡觉吧。所以再忙也要擦眼霜。对，再忙的时候也必须眼霜。各位，赞多是超级精致的猪猪男孩耶，哇，好可爱。好，接下来我们看看下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 ,3, 2, 1, 看一看是什么。哎，有人说赞多宝贝眼睛好漂亮，是他的眼睛 ,beautiful eyes。好，各位，接下来问题是觉得自己像什么动物？什么动物呢？你们觉得呢？我觉得是 fox。哦，因为为什么迷人哦、so 那我觉得熊因为呢熊是很多吃饭对吧，爱吃，然后爱吃，我也喜欢很多美食，然后熊是不懂的时候是可爱放松的感觉哦，对，放松的感觉，但是比赛的时候、舞台的时候是很有 power 的感觉，对对对，哇，这是我觉得对，各位赞多有多值得赞，他中文有多好，刚刚这些词儿是我们台本上之前没有的relax bear is look like this， 如果要是说 exciting bear 就非常的 power，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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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这个孩子让我鸡皮疙瘩起来了，赞多超级赞啊，好，以后赞多就叫熊赞多我跟你说，超级棒，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下一个问题啊，来看一个，有人说是大狗熊好可爱，好，接下来下一个问题的 next one、最近学习中文怎么样了，会说一些方言吗？最近还可以吧，因为现在有点忙，所以呢不是那么多学习中文的时间、但是最近学了北京话。北京话，对，因为周桂宇，我的 Into One 的朋友的周桂宇说，一起练习第二个练习的时候他不知道队形、这个时候他说哪儿，我的队形哪儿，上他哪儿，就是Yeah, I know, 哪儿？一会儿。Oh my god! 哪儿？我的妈，这孩子公司是给他放北京胡同里住了吧？哪儿？一会儿队形排队不知道队形哦，亲爱的各位，今天晚上赞多给我非常多我们提前预设之外的回答。中文，He Chinese is very good. So、yeah. you like China so much. 真的，谢谢、也非常喜欢北京。对呀、啊，对对对，非常喜欢。太棒了 ，OK， 赞多，我要给你一个加试题。接下来我临时教你一个北京有名的地方的地名，对、哦，然后有一点点难度，挑战一下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啊。哇，我不是，我真的吓坏了，这个孩子真的是完全说了很多局外话这孩子简直是后生可畏，好，我要出题了、好，北京呢有一条非常有名的大街、是中国第一条商业街，哇、the first one shopping street in China、the name is 前门，前门 前门大街有一条呢、里面的小巷也是一条商业街，有中国第一家电影院、这个名字之前呢大家经常读错读成大山栏、但其实它的正确名字叫做 OK follow me、好的，大石烂大石烂
哇，鼓掌鼓掌。给我的声音吧，给我递东西的女同事都已经鼓起掌来，像海报一样。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大石烂超难读，上海中都读不好吧？你读大石烂，但他害羞了。OK, let's together 大石烂。Okay.大石烂儿，哇、哦！欢迎大家来大石烂儿、大石烂儿，太棒了、哎！我的天哪，我现在沉醉其中了。好，各位，我的天哪，那接下来是 next one， OK， 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是考虑出日常的 vlog 吗？如果要是出的话，第一支 vlog 会是什么呢？有啊，看大家想看什么？大家看什么呢？大家想看什么，你就做什么。You do anything for your friends. 都可以，都可以。太宠了吧！你们想看啥，我们就给你出啥，就是这个意思。各位，实在是太宠了。我猜大家其实什么都想看、，food 美食啊 ，fashion 啊 ，stylist 时尚穿搭呀、大家都考虑，都会考虑策划的，对不对？对，是的，是的，而且也非常精彩。精彩，对、大家期待一下哦。好，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吧。好，那接下来是最后一个问题。OK，the last one， 最后一个。最近学了什么新技能，或者有什么想学的技能吗？有。泰族舞，泰族舞，泰族舞，还有蒙古舞，蒙古舞。对，哇，我每天都练习，非常喜欢。Study every day。非常练习，真的好努力的孩子。OK， 好，那我来问一下，相对比街舞来说的话，好学吗？难不难？难，非常难，非常难。因为呢，中国的风格，然后，这个时候必须用热情，热情，对，感觉嘛、所以这个有点难，但是这个动作是对我来说非常 like fresh， 所以、对，所以非常哇。喜欢，非常喜欢。So can I teach you a pose for Mongolia dance? Okay. Okay. 这样，这样。Okay. Look at me. Three, two, one. 啊，对对对对对对。Do you know? 对对对对。哇！他在学，他真的在学蒙古舞，他都知道。哎，好巧不巧，学古典舞出身的人派上用场了啊。Okay, 好，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I'm so exciting for you. 好，我们要谦虚一下，跟大家说谢谢啊。谢谢。是的，谢谢。那今天呢，又真的是多多了解赞多的一天。除此以外呢，大家想不想了解更多关于赞多和爱天然的缘分呢？考验大家的时候到了 ，So take the pen please。那接下来呢，我们这里有一个题板，上面有一些 keywords， 一些关键词。关键词。我们看一看这些关于爱天然的关键词。让我们看看赞多自己和爱天然的契合点，好不好？好，赞多，那这些关键词里面，你觉得哪一些是可以代表你的？你可以先想一想，一起来圈出来，然后告诉大家。另外 ，by the way。大家一定要记得多多关注，多多加多多点赞，按照你的需求来加购，然后多多分享，也要入会哦，这样才能拿奖。这个环节过后，我们就会给大家第一轮的抽奖了，好不好？好 ，OK， let's begin。那第一的关键词是赞。好，我先插一句，粉丝们不要让我跟赞多说二人转了，真的，虽然能交流，但是也别 Q 这个梗，好不好？OK， 好，有人第一个点是什么呢？第一个点发的是赞。赞赞多的赞吧，赞多，赞多，爱赞，小蓝，小针管，名字都在赞，赞，赞多性格赞，人品赞，业务赞，长得赞，什么都赞，效果赞，卖的赞，价格赞，什么也都赞。主持人看了他们连连称赞，所以就很赞。哇，很赞。哇 ，OK，the second one words， 第二个是什么？第二是那天然。好，第二个是天然。天然。这个品牌的名字叫做爱天然，成分也非常的天然。赞多的个性天然纯粹又非常迷人。我们的赞多唱歌时候天然，跳舞时候天然，看人的时候天然，眼神也天然，所以是天然加天然。哇 ，OK， 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呢？专业。讨厌。不唱二人转说相声也行，真的不用，我们很专业和天然而已。第三个 keywords 就是专业，专业哦，爱天然是专业的，专业的抗老化，对不对？对对。赞多是个专业的 dancer， 也是专业的 singer， 所以说专业的加专业的就是最好的，也是最天然的。超级棒，超级棒，超级棒！是的，我看事实证明了赞多和爱天然缘分就是天注定，爱拼才会赢。所以接下来我们马上要给大家迎来今晚万众期待的重磅礼盒，
当当当当，哇哇！这个是爱天然暗赞爱赞的小针管的礼盒啊、嗯哦，给大家说一下，你们好好听了看是否需要。我觉得只要是爱美的人士都需要这个礼盒，嗯、只有1000份 ，only 1000的呀， yeah, 只有1000份，只在今天直播间可以买到。今天如果不买，过时不候，以后永远不会拥有。除了这1000份，我们现场还额外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是什么呢？嗯，因为它为什么特别呢？因为我们待会儿。最后 ending 的那份礼物就是这份礼盒上面是有赞多的亲笔签名，哇哦、wow, 啊啊、Let's together wow哇、wow, 这份特别的礼盒就是我们直播时候开始说的神秘大礼、嗯、对不 对, 对、啊、Secret Gift Yes 今天的直播最后会抽奖送给大家、嗯、大家要记得持续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啊啊啊嗯、好话不多说礼盒链接马上就要开售了、嗯、我们一起倒数好不好好 OK 3 2 1上链接啦！各位拼手速的时候到了，只有1000份，我跟你讲，只有1000份，赞多的粉丝有那么多，赞多的好朋友有那么多，所以一定一定一定要赶快来买这一份，我觉得这份真的太难得了。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啊、哦，按需所求，一定要理性消费。如果你的眼周有老干糙敏痘，或者是之前不好吸收，或者是不够滋润，或者是黑眼圈、眼袋等等浮肿的问题的话，就一定要这一支啊、哦、合适，而且还有敏感肌，它也是合适的，好不好？嗯、谢谢。现在让赞多亲自为大家开箱 ，Open it。OK。哇，来来来。嗯，礼盒很好看，是很好看。对，哇哇哇！赞多已经打开了，可以请允许我为大家介绍一下吗？我们来看看礼盒里面有什么。哇、哦，首先很漂亮的真丝眼罩、哦，睡觉的时候戴它不会对眼周肌肤有压力和负担。嗯，好棒啊这个。嗯、然后呢，还有我们的贴纸。哦 ，so handsome, so nice, yeah。然后呢，还有我们非常可爱的人形立牌。嗯。然后呢，里面呢还有就是我们的两支爱天然的眼霜了。哇、哦，太棒了！好想立刻带回家。哦、哇，我要把它带走拿回去了哦。是的，哦，你 ，you know me, hey boy。OK， 好 ，OK， 已经加入购物车的小伙伴们，记得要赶紧下单，因为真的是我们过一段时间可能就要把没有付款的踢出去，嗯、就会把机会让给其他人了。赶快下单啊！那另外马上要开始我们今天第一轮的互动抽奖了，各位，微惊喜是一环扣一环，高能时刻马上就来了。大家还记得刚刚就是赞多圈的前三个关键。嗯Oh my god, the box is sold out. 已经卖是真的对吗卖光了。真的吗赞多。那么快。Oh my god,、啊、天哪、啊、赞多我的个天妈老祖宗 啊, 啊居然可以卖得这么快。这么快哦。Your power is so fast, but your love is slowly.他的爱是无限绵长的、啊对啊、他一说东西就没了谢谢大家那代表后面我不用多介绍我们的礼盒了、哦、就是啥也不用多说了怎么还说让我们去说相声呢孩子不知道啥是相声你等到再看两年再说、哦、好各位已经加入购物车的小伙伴啊，这句话不用了因为已经没了能补吗我们还补吗确认不补对吗只有1000个真的连盒都没了是吗现在连盒都没了、哦我想说用塑料袋给你打包包装都没了的啊、哦、各位真的就是没有了、哦、好 OK 那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我们刚刚的回忆、嗯、赞天然专 业对我们这一轮的抽奖关键词就是赞天然专 业嗯别忘哟 professional 好大家赶快来弹幕刷起来赞天然专业好不好那我们已经有工作人员小姐姐在旁边准备好给大家要来抽奖了、嗯、抽完奖立即写到单子上我会向大家来展示的大家也可以看上面的宣传栏会给大家公布啊、嗯嗯、一会儿我们会抽出3位小伙伴送出亲笔签名照来给大家看看哇、啊、The present、啊、for your friends、yes. 我们会把这个送给朋友们大家别忘了刷之前检查一下有没有关注直播间小朋友们有没有关注直播间有没有加入店铺会员还有人跟我哭说哥哥我不管我就是要两只装哎嘿你说巧不巧我们有两只装我们有两只装我们有一只装有两只装还有礼盒装把礼盒装已经 sold out 了所以我们现在可以为大家来买的就是两只装到链接里面找两只装啊、哦、两只装的福利也是非常好的里面的周边也非常多好不好各位哦哦啊真的就我跟你说就这种好事情要先抢才行啊、哦、大家都很积极那赞多现在我们一起来倒数抽奖吧好嗯四、三、二、一，停。
抽奖。待会儿会在公布栏里公布给大家啊，大家可以在上面轮播找一下有没有自己的名字啊。如果要是说最后中奖的朋友可以来联系我们官方店铺的官方客服，然后如果没抽中的话也别气馁，后面还有机会啊。大家多多关注哦，多多关注哦。好，赞多，我听说你很喜欢画画。对啊，画画，来，Show time。好，那今天晚上呢，我们一起和屏幕前的小伙伴们一起来一个我画你猜的游戏，好不好？好的。好 ，It's so funny, right？ Yeah, okay. 好，非常可爱，好可爱。我说是不是很有趣？他居然说的不是说是或不是，他说的是还可以。孩子见过世面了，我跟你说。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一共有四张画，然后我现在要给大家来说出我们的画了，好不好？The first one， 我只能喜欢的。这孩子不愧是熊赞多，也不愧是赞多熊，因为他真的第一幅画正中他的下怀啊！好多人都在打说，爱天然好钻好专业，爱天然好棒，爱天然的直播是我看过哇，很多人点赞哦，好开心，替我的同事们感谢大家，谢谢你们的支持啊！然后多多关注，不要忘记今天我们的这一趴的直播结束以后，马上我们的直播间还继续有，然后9:30-10:00的时候还会给大家送亲笔签名照片啊！好，千万不要忘记啊！好，主持人太好笑，长得好笑吗？谢谢大家，你们开心我就开心了。然后你们今天是看到主持人觉得开心，但我告诉你们，赞多的专业和他的事业和他的认真更值得大家开心，以及爱天然，你用完之后的效果才会发现，眼周的老干糙敏痘全部都消失不见的那一刻。昨天晚上只睡4小时，早上起来还要加班，人家都水肿，你不水肿，没有眼袋，没有黑眼圈的那一刻，眼周本来有细纹，用了它以后消失的那一刻，你才会发现什么叫做真正的开心。所以大家，我只说一句话，人生有一条路，就是选择对的不选错的，选择好的不选择贵的。还有就是什么叫做赚钱，省钱就是赚钱。今晚的爱天然就是教你如何省钱。我不知道它保质期是多久啊，因为我每次用的都很快。比如说你们可以大家在详情页面里面看一下保质期。然后我建议大家比保质期买缩短半年的，提前半年的量，把它都囤起来攒起来，因为今晚最划算呐！集美们还有兄弟们买了以后呢，把它送给你们的妈妈、老丈母娘，或者送给你们的妹妹或姐姐，大家都把它当做礼物。因为这个品牌你不知道的是，认知度非常高，喜欢美的人都爱它，都喜欢它，所以效果还好用，送出去非常有面子。另外一件事情，马上是什么中秋节之类的，买它送礼物，相信我，真的很划算。Okay, let's show time. Oh my god, you put last something. Okay, show time. 各位来，粉丝们，我们的朋友们，大家请在弹幕里面告诉我，请在弹幕里面告诉我，你们现在看到了这是什么吗？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呢？我非常喜欢的，这是什么呢？中文写的好好看哦 ，Beautiful Chinese. 真的，好吃，真的好吃的。可能赞多写的最好看的两个字就是好吃，你知道吗？好吃。OK。说实话，昨天夜我去了。哦、，Congratulations， 小笼包。对，小笼包，小笼包。小笼包，小笼包。啊，好 ，OK， 可以。好 ，OK，、第一轮的中奖名单已经来了。你看多快呀、啊，来了很久了。然后那个是不是来了很久了？这个已经来了很久了。我现在才给大家看，不好意思啊，刚刚我在看画画。等，恭喜大家 ，Congratulations！、恭喜第一个是大浅子啊，第二个雨雨苏苏苏，的确赞多声音很苏。然后接下来是隔壁老黄 Jeff， 恭喜以上三位，是老黄对吧？不是王啊。好、，OK， 恭喜大家，恭喜大家！第一个小笼包袋回答出来了。赞多很喜欢中国美食，对不对？非常好吃。刚刚我煮了北京烤鸭。Are you sure？ 真的好吃，真的好吃。各位，非常好吃。赞多今晚不断 give me more， 一直不给我，你知道提前。其实我们提前一定会帮忙赞多准备一些点啊之类的。他的敬业和专业就是在于我要自我发挥，且发挥的是真实自然的，是天然的，所以在爱天然这里很天然。我真的一直被他惊讶到。So the second one, OK? OK。好，我们来看看下一个北京烤鸭。来，我们看看下一个是什么？啊，各位，第二个呢？这一题与在座的每一位都有关，每一位都逃不掉啊。我们看看赞多怎么画吧。
而且赞多其实蛮棒的一点是他一直在在中国工作的时候，他特别喜欢的一点就是特别喜欢宣传和推广中国的美食和中国的文化。他特别喜欢就是一特别喜欢说的就是中国喜欢吃什么东西，我在中国爱什么样的东西，可以现在可以说是一半中国的推广大使啊。没关系，我再看一下啊，小姐姐刚刚说给大家又申请到了特别多福利啊，又申请到这个了。我给大家说一下啊，今天因为刚刚大家说想要礼盒装嘛，因为盒没了各位，所以说我们就直接，我们有两支装的链接在我们的二号链接，价格非常优惠，和礼盒是一个价格的，和礼盒是一个价格的，在二号链接是我们的两支装，赶紧来买好不好，赶紧来买，谢谢。哇，真的非常的划算。这一个画出来的是什么呢？哇，好可爱哦。哇， really cute， 收藏吗？我们给大家看看是什么。哇，有人问送周边吗？送一支装两支装都送周边，只不过送的周边不一样，你们可以在详情页面里面看一下。这是什么，大家打出来。哦，恭喜，确实答案是圣诞老人。大家聪明哦，聪明哦，很有默契，对不对？对对 对，为大家点赞，我给你们多多的 赞。嗯，大家都接受到赞多的鼓励了吧。那接下来准备好，我们的第三题就要来了。先给大家提供一个小线索，答案呢在之前的直播当中我们有提到啊，来，哦，这是有点难吗？是的啊，这个难吗？有点。你最漂亮的东西难吗？应该不难啊，因为这是赞多最漂亮的呀。对各位，然后另外要给大家说的就是，今天我要再次说一下，必须要点关注我们的直播间，点关注我们的店铺，同时呢要加入我们的会员入会，然后多多分享，多多点赞，然后按照您的需求来加购，这个前提下呢大家才可以有机会来获得我们今晚的奖品，有铅笔签名的照片，还有最后一个亲笔签名的礼盒，对不对？还紧张吗现在？哦，我们的工作人员和同事超级敬业，因为要给大家奉献最后，赞多都把微笑送给你了啊、哦！要给大家送出最好的直播，大家特别辛苦，但是大家开心就是我们爱天然的开心了。一切天然的时运送给天然的大家，好不好？看看这个是什么？来，三二一，这是什么？来，大家打出来。哦 ，OK， 这个我必须说一下，这个画画出来比原画好看哦，各位，比原画好看哦。他画的就是你知道。我觉得这画的就是小时候看到漫画里面的样子啊，非常非常卡通，对不对？很漂亮。我想我想起很多人呢，想起晴子啊，想起静香啊，很可爱。大家是什么？啊、大家逮出来了，逮出来了，眼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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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还有人，刚刚 Simmer 他说这个眼睛这么漂亮，想必一定是用过爱天然的眼睛吧？对呀、啊，就是用过爱天然的眼睛，所以非常漂亮吧？OK 吗？所以大家要好好保护眼睛哦。好好保护眼睛。赞多有可能跟湖南同事学的普通话，因为好好保护眼睛哦，各位，好可爱。好好保护眼睛，各位。好，那各位，我们接下来呢还有一道问题要给大家，这一个还真的是有点难。熬夜冠军，有人说。熬夜冠军。对呀、啊，我熬夜冠军，眼睛也很漂亮、就是因为用了，对，爱天然。如果没有的话，我抹掉，但是用这个，所以非常好。所以有一句话叫做什么？你熬过的夜，熬过月而失去的美丽，熬过夜失去的胶原蛋白，老天爷用爱天然还给你。OK， 对对对，好 ，OK， 接下来是我们的最后一个了，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来，好的，我现在已经完全感觉不到，就是我在跟母语非中文的嘉宾交流，我就觉得是一个中文的小朋友，他的发言非常的标准。来，我们看看这个是什么啊？啊，你们的宝贝一直笑啊，他笑就好了，因为一切的开心都来自于天然的开心才是最重要的，绝对不能假以装饰。如何开心呢？擦了爱天然的眼霜以后变漂亮，当然就开心啦，对不对？今天看了爱天然直播间当中有赞多，赞这么多，表现这么赞，开心这么多，天然这么多，当然也就开心了，对不对？对，赞多中文进步好快，的确是非常非常好。有人问说，这些画儿也可以作为后期的抽奖吗？我并不知道，待会儿研究一下，可以的话告诉我，如果要是不可以的话就不要告诉我，什么都不说啊、哦、各位。好，来，我们看看下一个是什么。大家见好了，大家多多去关注我们品牌的官博和官方旗舰店，如果要是变成奖送给大家的话，事后也会在上面公布，好不好啊？谢谢大家。好，这是有点难。我们来看看是什么。是什么？好，
好，请大家打出来，这个是什么？这有歧义吧？是有点难吧？就是很多就是植物都可以，我觉得这个可以吃，对吧？这可可以，可以吗？你可你 why in your head is all eat all is eat？ 为什么在你的头脑里全部都是吃？这是可以吃，好吃的。对，熊酸奶的里面 yogurt， 对 yogurt 在里面这个。哦天哪，我的天哪！来，哎，很多人打仙人掌，不瞒你说。我也一开始觉得像仙人掌，但最后很多人还打的是什么芦荟，恭喜，哇，很棒，很棒，很棒！看来大家对我们的爱赞小针管真的也非常了解，正确答案就是眼霜里面的成分之一芦荟。芦荟怎么样？它可以怎么样？天然，芳心。哇，天然，超级棒！三多说的没错呀，其实除了芦荟呀，爱赞小针管呢，还添加了秋葵呀等等多种的天然的成分。秋葵大家都知道，里面是非常富有胶质的，它能温和的修复我们眼周的肌肤，所以敏感肌的各位小姐妹和小兄弟们，大家就可以放心入手。有很多人呢发现哦，眼霜如果要是能够抗老，老干糙敏痘的问题都能解决，但是其中的敏感问题就是要规避掉了，因为涂上去会过敏。好用是好用，但过敏。但是我们的爱天然的眼霜全部都是纯天然的植物成分，所以是可以放心使用的。我之前有了解过，也问过一些朋友，甚至连孕妇都可以使用，非常的纯天然级。好，那我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播了这么久之后呢，哎，对，有人问我说如何购买，点击我们下方的购物栏当中找到有一支装的链接，两支装的链接都可以买，但我个人劝大家买两支装的链接，毕竟有便宜不占的话今晚就吃亏了哦。妈妈爸爸从小教育我们说，儿啊，省一分是一分，这些钱是一滴汗掉地上八瓣的钱，一定不能乱花哦，知道吗？好好 ，OK。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播了这么多，赞多的眼神、眼睛，哇，一直非常有灵动的感觉，感觉每一个眼神都充满了魅力。哦，哎呦，哎呀 ，You're really cute， 非常可爱，非常非常的可爱。好，赞多，那现在我们要不要来一波眼神杀呢？眼神杀啊，可以啊，可能我知道，知道吧？你愿意吗？愿意，可能愿意。各位，今天我叫 B 赞多上这座爱天然的大山，必须给我来眼神杀。好，今天晚上我们就要用最热情的赞来鼓励一下我们的可爱的赞多，让赞多看到你们的多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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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赞，好不好？这点赞我不知道多少，待会儿再看，给我个惊喜啊！那大家一定要记得要截屏或者是录屏。佳念哥哥超级不容易，为大家申请到了这个环节和时间，要用你们的手机记录下来这个神圣的时刻，好不好？好 ，OK， 首先来一个霸气帅酷的眼神，让我们来看看舞台王者的魅力，好不好？好，霸气快帅酷帅，帅的感觉吧？好，酷的感觉。Okay, 好 ，OK， 我来倒数，好不好 ？OK， 好 ，OK， 三，再想。我都害羞了，我的天！啊，害羞！快让我拿一个爱，拿爱天然保护一下自己，保护一下自己 ，take care of yourself。OK， 好，准备。好，三、二、一。Oh my god！ 天哪！害羞！让我想起一首歌，哎。让我想起一首歌，名字叫《Fall in Love》，这谁看谁能受得了啊！我的天哪！你脸红什么？我刚刚 Q 我身边的小伙伴，他脸都红了。OK， 好，我真的是刚刚真的非常非常的帅啊。So how do you feeling now？ 感觉怎么样？害羞，非常害羞，热，非常热。各位，我做直播非常非常非常多场，遇到非常非常多的嘉宾，我是第一次被害羞的男孩子搞到害羞。我跟你说，好，各位呢，接下来我们看一看下一个，好不好？看一个，刚刚呢是霸道总裁般很帅的眼神，那舞台上的霸总平时生活中的状态呢，一定是柔情似水的。赞多，那我们接下来来一个温柔软萌的眼神，温柔软萌的眼神。OK， 要给你点时间吗 ？Do you need some time？ 你要点时间吗？可以，准备好了。OK， 好，来，我倒数了啊。天哪，我汗毛都起来了。我跟你讲，这孩子有点可爱。好，5、4、3、2、1。
哇拜拜各位啊，我先不说话帮我涂一点眼霜因为实在是笑太多各位赞多不光赞还让大家笑太多所以要擦一点我们的爱天然才不会让你自己眼纹过多知道吗各位爱天然有多天然我上着粉的上着妆的擦完眼霜以后都不会化妆就是这么棒的爱天然眼霜啊我的妈呀我真的是天哪你们说你们笑死了害羞死了我也好笑而且我跟你们讲我该笑到左腹肌抽筋你知道吗好痛哦我的天非常可爱 You really cute 你真的很可爱呀是可爱是乖不是很可不是可爱是乖了自己说的啊好 OK 啊我们梳理一下这个呜呜让我放松一下放松一下好 OK 放松一下放松一下好 OK 那我们下一个了好不好下一个各位什么呢下一个啊下一个啊很多人说他刚说的是帅是吗好是帅帅帅又可爱的帅气又帅气的可爱好不好总之赞多的表情就是棒棒的好那最后呢啊压轴的来了啊赞多即将要发射一个俏皮 wink， 大家见好吗 ？wink 可以吗？可以吗？我不知道 ，wink 我不是那么擅长。因为是男孩子，对不对？因为是男生。好 ，OK，那接下来我要倒数喽。好，各位，接下来我要倒数喽，五、四、三、二、一 ，show time。啊你还不擅长刚刚我练习了这样吧练习了哎呀腹肌好痛腹肌好痛我的妈呀这个孩子这该死的魅力呀我的天哪好 OK 所以我很想问赞多 so which one is your favorite 哪一个是你最喜欢的 wink 吧 wink 现在技能我希望大家刚刚把这些做成表情包然后努力想个办法去把它分散到我们的赞多的同事们的手机里然后让他们发给赞多以后他要是想给别人发表情的话就直接发一个 wink 的表情好不好哇真的太没有抵抗力了我的天哪大家都说喜欢到新的技能还有一个女孩说这辈子没有马甲线只有看爱天然的直播笑出了马甲线这也是我们爱天然眼霜的隐藏技能吗好 OK 哎，但你别说因为有的时候有些人肚子啊稍微比如胖一点点上面有道纹呢、啊、其实在它比较淡的时候用这个也是 OK 的啊因为它对于细纹的处理是非常棒的非常棒不断的不是要植入而是让大家知道好非常非常的可爱真的完全啊没有抵抗力大家被刷到了吗来我们醒一醒接下来下一个抽奖环节马上就要来咯大家来检查一下有没有关注直播间有没有加入店铺的会员呢有没有多多点赞呢有没有分享直播间呢有没有来按照你的需求加购呢小伙伴们可要抓紧了因为每一个环节想要拿到奖品就必须做到以上的这些事情好不好谢谢大家夸赞我们的品牌啊谢谢啊主持人没有很好好的是由最好眼光的爱天然请了我们一块儿好不好谢谢大家好谢谢赞多那赞多我们接下来接下来呢要不要给大家分享一下刚刚你眼神杀的魅力的秘诀啊秘诀我每天都会用爱天然小尖光要保护眼睛不光是工作也熬夜还是日常护肤对日常护肤它都能让我的眼睛保持好状态哇真的很棒哎我们要不要现在去试一下要不要、哦、可以我们来试一试刚刚呢其实我试在了眼睛上赞多现在也继续试我接下来要试法令纹上因为它其实对法令纹也是有一些淡化效果的因为它里面呢有非常棒的我们刚说过的啊秋葵的里面的那个植物成分它其实里面的这个非常棒的精华粘液的成分其实是可以帮我们抚平很多的细纹的好不好来我们看看哇用完以后你们自己肉眼是可以看到效果的就不用我多去讲好不好而且其实好的眼霜呢它分子要很小很好吸收才行所以说呢我的脸上有一些有粉底的时候用它涂也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因为它分子够小不会破坏妆感比如说每天白天你出去发现眼周卡粉了法令纹卡粉了那你就把它稍微涂一点就会帮你滋润一下再补涂一点粉底就没有问题了刚是说我们的礼盒有些还没有付款对吗那付款我们待会儿要踢吗
好，各位，我很不想告诉大家这个消息，但是没有付款的朋友们，待会儿我们可能要是再过几分钟，如果大家还没有付款的话，我们可能就要踢人了。大家随时关注一下链接里面，如果突然蹦出来了还有余量的话，就代表我们把没付款、没来得及付款的朋友们踢出去了啊、哦！所以大家一定要赶快付款。来，我们看一下。Wow, smile face. Oh, so, who are you? Hi, who are you? Hello. 你是谁？我是藏族的。好朋友，好朋友。Hello。哦，好可爱，上面这个好可爱，他画了一个小笑脸呢、啊，天哪！这个小笑脸就是让大家，应该是告诉大家，用我们的爱天然的眼霜，用完以后变漂亮、嗯，会变成笑脸，祝大家天天开心，对不对？嗯嗯。好、啊嗯，我们这样一下好不好？试一试，它吸收有多快啊？赞多涂了好多、哦，吸收不知道快不快啊？哇 哇！其实我这里三下就可以吸收啊，一二三，看到了吗，各位？三下轻柔三圈就吸收掉了，好快哟、哦！哦，你这里也是，你这里也是也吸收掉了、啊，对，还有非常舒服，非常舒服，舒服，嗯，哇，哇对，有人说赞多涂了好多，居然都能吸收掉，嗯嗯 嗯，还有淡淡的花香，对，花香为了很放松炒酱，哇，我现在很放松，因为涂了爱天然。我们先睡一觉，你们先播着啊。晚安。哇 ，goodbye。好，没有，不开玩笑，不开玩笑。哇，这个真的非常非常的棒，很放松。我觉得、啊、如果大家用这个眼霜的时候，可以涂在你们的无名指上、嗯，然后来吸嗅一下，让这个天然的植物香呢，帮助你们身临五感当中的嗅觉、嗯、先去感染你一下，换一下心情，每天晚上，然后再涂到眼睛上去。哇，真的是五感上面的对你的最大的改变。没错，嗯、其实我们的爱天然的爱赞小针管的眼霜真的超级赞，它里面植物成分特别安全嘛，很多敏感肌的小伙伴也可以使用，我之前说过咯，孕妇朋友也可以使用，因为在它的生产国家其实是非常多的孕期的妈妈们在选择用它的、嗯、所以说也被叫做是最天然安全的眼霜产品。那观看直播的小伙伴里肯定有很多人都是敏感肌吧，我相信，对不对？因为现在工作压力大，空气又比较不好，像我们刚刚有小姐姐说从南方来北方呢，一下子很干就敏感了，敏感肌的小伙伴们一定要很注重产品的成分，对不对？那一定要认准的就是我们的爱赞小针管，因为它主要的成分呢就是天然的植物，温和安全，可以放心的使用，对不对？可以放心使用 ，Let's together 放心使用，放心使用 ，OK，OK，3, 2, 1，放心使用，对，可以放心使用。嗯，刚有人问我啊，说那个这里面有什么样的成分可以让我们这么天然，能不能说一下？哎，刚好不好的，我本人就知道，我来和你们分享一下。我刚刚已经说过啦，它里面有我们就是经常吃的那个秋葵，嗯、秋葵的水解蛋白就是它的成分之一，它的那个精华粘液状啊，这个成分呢，其实被大家叫做什么呢？植物性的类肉毒杆菌。那比如说你松弛的地方啊，有细纹的地方啊、嗯、它是都可以很好的改善，没有任何的副作用。而且它里面还有什么呢？万寿菊，因为万寿菊里面的叶黄素是非常非常棒的。各位白天要玩手机吧，上班的人要看电脑吧，是工作族的话，或者说是我们的同学这些朋友们、嗯、还要看手机吧，对不对？现在连打个卡都要手机，对，天天对着这些屏幕的话，就会让你的皮肤有一个危害，就是蓝光的危害，会让你皮肤皱纹变多，变得下垂，也变得暗淡，变得有斑。蓝光就这么危害，它是可以帮你眼部抵御蓝光的，不要忘了，脸先老，老哪里？老眼睛啊，我的天哪。所以它里面还有藤茶精华，还有芦荟精华，都是补水啊，抗氧化的，这些都是天然的成分，去水肿啊，眼袋啊，黑眼圈，效果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绝，非常非常的绝。有人问说可不可以踢一下没有交没有付款的宝贝们、嗯、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有没有付款的啊，可以工作人员看一眼然后告诉我一下。好，那个有刚才很多人说让赞多说一说关于它的效果，你看赞多的脸啊，你看赞多的眼睛，他用说任何话吗？赞多放在这儿，他本人就是效果呀。你看，比如说把镜头一直 take 给赞多啊，我就着赞多的效果来说，它可以非常有效的改善眼部微循环，涂上它以后加速眼周的代谢。什么意思、嗯、就是你因为代谢而不好，熬夜代谢而不好，眼周问题，比如说黑眼圈、嗯、熬夜冠军，你知道熬夜冠军，黑眼圈小细纹对眼袋都能够搞定。而且你坚持用、嗯、只要坚持用，万事只怕坚持难，只要坚持用的话，你也能够收获一双和赞多一样又弹、嗯、又润又亮的眼睛哦。这是赞多的同款，你们值得拥有。所以
经常熬夜对着电脑手机的小伙伴，这支爱赞小针管简直就是你们的本命眼霜。左下角的购物链接，如果有以上困扰的话，按你们的需求把它来带回家。我再次说一下，我们有一支装的，还有两支装的，买两支装的真的划算，因为多买多省了。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省钱，好不好？好，那我们开始今天晚上的第二轮抽奖，好不好？好，那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几件事情，多多关注直播间，加入会员就能够参与抽奖，多多分享，多多点赞，来按你们需求加购啊！大家现在来发送弹幕关键词是什么呢？那就是谭润亮，但赞都可以出来。润亮，哦，谭润亮，谭润亮，非常棒，很谭，很润，很亮，对。一会儿呢，我们将会随机的来抽取出五位小朋友，我们的朋友们送给大家我们的亲笔签名照片，这个礼物是送给大家的哦。好，谭润亮已经刷出来了哦。好，接下来赞多，我们来倒数五四三二一，开始。好的，五四三二一。好，我们抽奖的小姐姐们啊，赶快统计一下，待会儿可以把名单给我，恭喜大家啊，恭喜这五位获得奖品的小伙伴。那中奖的名单稍微在屏幕上面轮播的栏里面显示一下啊，大家一定要注意留意。另外呢，看到自己中奖的小伙伴可以来联系我们官方店铺的官方客服。没有抽的小伙伴们也千万不要放弃，直播的最后还会抽取出亲笔签名礼盒给大家，大家期待一下哟，期待一下哟，期待一下哟。接待哟OK， 谢谢OK， 好，那其实呢，现在很多啊，在有很多喜欢熬夜的小伙伴们，那其实熬夜冠军，熬夜冠军，对，在眼睛疲劳的时候，可以用我们爱天然爱赞小针管来为双眼做一个按摩 massage。对，我们在微博上，其实我之前有看到，哎，赞多，你有跳爱天然的护眼手指舞，对不对 ？Finger dance 的视频，据说其实是爱冠小针我们的爱赞小针管的高阶的使用方法，边跳边用，事半功倍。赞多，那现在要不要趁这个时间带大家来按摩放松一下？好的，那我跳一下吗？好，但是就是有点难，所以一起练习，一起努力 ，OK 吗？一起努力，一起努力。第一是丢丢。当当当，第二步步，咻叮叮，第三咻噔，这是最难的。哇！第四步，赞。哇 ！OK 吗？练习只是有点难吧，但是练习，一直练习吧，每天练习，每天按摩，每天用。叮叮。所以刚刚的这四个步骤都是有一个方法的，对，所以我们要来一个慢动作教学给大家。 okay, okay, 好的，好，我们吧，对，好，你来做动作，我来用中文解释。好的，谢谢。来，三二一，第一，经典眼周，对，活跃细胞。第二步，眉线按摩，营养渗透。第三步，眼下按摩，紧致眼周。第四步，按压太阳穴，焕亮双眸。哇 ，TBC， 哇，你的声音非常好听。因为我涂了爱天然的眼霜，以至于让我心中有爱，所以声音好听。哇，厉害，非常棒。哇，真的很棒，是的。那谢谢多多老师的教学，是的。那大家都学会了吗？第二轮中奖名单出来了啊，这五位对吗？好，各位，你看现场给大家写出来，热腾腾的，我来给大家公布一下，好不好？第一个是点赞多多多，恭喜你，恭喜点赞多多多。第二位是卓云吗？卓云吉吉朵。大家记一下啊，跟自己名字差不多的就 OK 了。第三个是刘蜀印，我很有文化耶，印真的印。好，恭喜。第四位的话是谁呢？第四位是赞多的宝，赞多的宝，宝，你知道什么意思吗？我的宝吗？哦，天哪，我的宝吗 ？OK， 那最后一个猪猪猪87265，猪猪猪 ，OK，pick pick pick， 对吧？87265。
You are not big, OK? 猪猪猪猪猪 OK, 恭喜一下。恭喜你。我跟你说，猪猪猪这一位一定开心死了，赞助跟他互动好多。恭喜大家，好不好？恭喜大家。恭喜大家，谢谢。好，以上的朋友们呢，获得了我们非常非常棒的我们的奖品。那怎么得到我们的奖品呢？千万不要忘记，首先你现在如果要是没有关注店铺的话，还来得及，赶快去关注店铺。然后其次，没有入会的话，一定要记得现在赶快去入会，好不好？那接下来还有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大家一定要多多点赞，多多转发，多多分享，然后多多来按照你的需求来选择需要的这一栏，然后再买回去，好不好？另外我再给大家说一下，里面有一只的，里面还有两只的，要多买两只的，因为买的多省得多，我们希望大家多多省钱，好不好？好 ，OK。那不知不觉呢，到这儿我们的就是直播到这儿已经进行到大半了哈。那之前其实答应好给大家抽奖送亲笔签名的礼盒，我们现在就来兑换一下，好不好？那我们先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重磅大礼，兑换的时候最后兑换啊！哇！哦。哇，有人说我们都是赞多的宝，有人都说，哎，小姐姐们，你们今天真的是做了一件非常好的工作。很多粉丝刚刚说一件事情，说有没有充值通道？我们现在要充值，延长直播，后面9:30跟10:00的时候呢，还会有亲笔签名照片送给大家，所以千万不要忘记了。这个是亲笔签名的，热腾腾的，很新鲜的，给大家。我给大家说一说哦，这个礼盒待会儿送给大家，里面有什么样的礼物呢？我待会儿再来告诉你们，好不好？我待会儿再来告诉你们。好 ，wait a moment， 我们再来等一等，好不好？谢谢。好，那其实呢，刚刚我们已经跟大家分享过这么多有关于我们爱天然好用的效果，我们也给大家一起分享过有这么多关于赞多有趣的事情啊。所以我接下来呢，还想跟大家继续互动的就是另外一件事情，我想问问大家，今天晚上都有买吗？有买的朋友的话，请在弹幕里面扣一，让我们看一看，好不好？有买的朋友在弹幕里面扣一，我们来看一看。How many people want to buy our eye cream？ 谢谢。我们说哦，一这么多，还有什么？还有吗？三七惊蛰还有吗？还有吗？哎，我们这个礼盒，小姐姐们可以帮忙看一下，还有没付款的吗？礼盒，帮忙看一看啊。有的话，待会儿也许过一会儿可以给大家把没付款的朋友，还有是吗？还有，好，我们同事告诉我了，所以待会儿可以踢吗？我们待会儿可以踢吗？看看可不可以操作啊，看可不可以操作，如果可以的话待会儿就给更多想要的朋友们，好不好？哇，很多人买了，对，很多人买了。 So are you happy now？ 开心，很开心，谢谢，对不对？大家谢谢大家，谢谢，爱你赞多。哇 Mommy love you。 哇，很多 Mommy friend 哦。哇赞多sister love you。 姐姐爱你。哇，非常好，买了好多。还有人说赞多 我开心，你开心我就开心。哇，开心，简直是太棒了。所以赞多，你想不想现在趁这个机会跟你的朋友们支持你的朋友们说一点什么？Say something to your friends. Hello， 知识非常好，所以呢，我也每天用这个，所以你也必须用这个。然后我们一起非常好的眼睛吧。你这样想我就想到了，就是你们想拥有和赞多一样情侣款的眼睛吗？你们的双眸也想如此明媚动人吗？你们的眼里想有天然，想有充满爱吗？那就好好的用赞多同款的爱天然眼霜吧。真的是好棒。还有人so many people call your brother 很多人说叫对叫你好好兄弟啊。所以我们现在知道赞多呢一直在最近学习蒙古舞、蒙古里亚，还有傣族舞。So can you show some pose for everybody？ 可以有一些姿势给大家吗？就是扭扭啊，蒙巴的啊 ，butterfly， 对，飘摇的第二个啊，然后中间这傣族舞哎，对对对，傣族舞，蒙古啊，孔雀 ，you know， 孔雀，孔雀，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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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孔雀，然后开屏，对，
所以赞多学了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未来赞多应该也会学习非常多中国民族的舞蹈。我其实本人要说一句，因为我一直关注赞多一直到现在，我特别喜欢赞多的一点就是什么呢，我特别喜欢赞多的一点就是他孜孜不倦的求上进和努力，这一点其实跟我们的爱天人非常像，不断精进我们的成分，不断精进自己的技术。那赞多呢，他就不断在精进自己进步的空间，因为大家都知道嘛， He is dancing queen， King， 对 ，I'm so sorry， 对，他是舞王，很多人心目当中公认的舞王，大家都觉得他跳舞跳的实在是太棒了，但是他却又在这个期间呢，把自己跳得好的当代舞和街舞呢，作为自己温故而知新的条件，一直也在非常努力的学习中国的民族舞蹈，一直孜孜不倦的去探索去追求，因为他知道中国爱他的粉丝有千千万，他想为支持他喜欢他的中国的朋友们学习你们的民族的舞蹈，这一点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我觉得大家真的要好好支持这样的追求梦想的年轻人，因为什么叫做后生可畏在人间，只是我们欲赞多，这句话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赞多的努力值得我们学习，什么叫做正面的需要我们支持和关注的人，就是能够带给我们积极和上进还有努力的人。好，另外呢，那接下来要给大家说的就是我们的、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好不好，哎，等会威特王们，有人说赞多睫毛有多长，主持人帮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啊，我看一下什么睫毛有多长，我来看看啊， 3, 2, 1，天哪，我的天哪，各位，这个不是睫毛，这个是窗帘好吧，睫毛超级长，哎，真的。 Have some people say your is very long，可能我不知道啊、你不知道、很多人都在说赞多的睫毛很长，然后刚刚我看了一眼，妈呀，实在太长了，就窗帘你知道吗，哦，各位，就是漂亮的眼睛呢，我们不一定人人都拥有漂亮的眼睛一样的赞多的睫毛，但是我们却可以拥有自然天然漂亮的纯粹的双眸，如何拥有呢，就是让它状态看上去年轻的，用我们的爱天人的眼霜就可以了，好不好，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礼盒、里面有什么，给大家看一看。哇，这个是一个眼罩，这个眼罩我刚刚有帮大家摸过，因为它是真丝的面料，真丝的曼岛 silk， 它是真丝的面料，所以是非常的对眼部肌肤好，你们知道吗，眼部肌肤如果要是用纯棉或者棉麻的，真的要把眼周的肌肤拉坏了，好干好糙好拉得慌，我不知道南方朋友听得懂吗，就是非常的拉得慌你知道吗，早晨起来那一刻把它滑下去，哇，好痛哦，所以要用真丝才可以，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啊，非常棒，对，然后呢还有这个很漂亮的贴纸I want to take one in my heart， 好想放一个在这边啊、OK， 好，没有，我们没有过多的这个了，不然我一定要撕下来一个放到这里，你知道吗？啊，有人说多多听不懂，我跟你讲，没有人看不出多多听不懂的，他所有的表情都在写的，你知道，很可爱的白和甜，大家都一定听得懂的，对不对？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能看到还有一个人形立牌，这个很漂亮的人形立牌，人形立牌里面呢就是我们里面的非常棒的 eye cream， 我们的两支爱天然的眼霜，对不对，还有爱天然眼霜，有人写万人血书求加礼盒好，各位，那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看啊，在我们的这个非常漂亮的这个、哎，我看一下啊，哇，怎么了，你告诉我，好，我们给大家先看一看这个啊、这个上面有非常多可爱的 pose， 非常多的照片啊，都很好看，我都很喜欢， which one your favorite， 你最喜欢哪一个，哎，我喜这个，哪个，这个吗、对，哇，很酷哎，这张很酷啊，这个很酷又帅，哇，好酷好帅呀、OK、好，我们把它放进去，记得啊、这个礼盒只有一个The one and the number one，而且也是 the last one，好吗？各位，我们把它先悄悄放进去。这个呢是刚刚啊，刚刚我们都碰过的，然后之后就是送给你的，然后再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啊，对嘞，对对嘞，该带我画了，你画的？对呀、哇，天哪！直播间我画了这个。各位，你懂什么叫金玉其外？精彩其中吗？
真的是好赞多呀。为什么赞好多？因为它值得。为什么它值得？因为叫赞多。而且我们的眼霜为什么叫爱天然？因为成分够天然，使用够天然，效果够天然，最后的安心也天然。所以天然跟赞多不碰到一起，谁碰到一起呀？我跟你讲，今天啊，我是谁？我就是鹊桥本人。因为赞多和爱天然是牛郎和织女本人，你懂吗？他们必须要在一起。我架起了这座桥，我好开心。以后请管我叫乔哥，听到了吗？我就是乔哥。对，我们来看看这个里面赞多什么意思啊？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吗？只是爱天然，然后赞多，然后眼睛漂亮的眼睛，对，这样漂亮的眼睛，所以就是用了爱天然，对，所以可以成为漂亮的眼睛。哇，然后这个是你的签名，对，签名，哇，好可爱，这里还有音乐。音乐高清符号，我喜欢音乐，所以 smile， 你好喜欢 smile 哦，对，天哪，生活好开心呐、啊，开心开心，好棒好棒，最重要的，是的，开心是最重要的，我觉得。我觉得我啊，如果要是赞多的，我如果要是赞多的长辈，我应该会非常放心他。他无论走到哪儿，我都放心。这孩子这么乐观，这么开心，这么向上，这么天然，这么纯粹，真的到哪里都会被人喜欢，被人照顾的。就赞多真的是很值得喜欢的一个人，因为分享正能量，看似简单却很难做到，但时时刻刻他都在贯彻这件事情，就是很值得我们支持的那一个了，对不对？那爱天然的眼霜最值得我们支持的理由是什么？就是它成分够天。天然，除此以外效果也够棒，也够纯粹，对不对？哇，所以说你说他们两个不在一起，谁在一起啊？ Help me please， 帮我拿一下、谢谢。那这样好了，我接下来再给大家来说一说我们今天啊，一支装两支装的这个眼霜。今天呢，在我们的小购物车当中呢，很多人说让多多多说一点话吧。各位，我待会儿一定会让多多多说一点话的。但是多多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关于为什么一定要买它。我来帮助多多说一下下哈，很不好意思，我也想少说两句话让多多多说，但是没办法，我必须要多说出来，因为我也对他充满了爱，而且我今天要和多多作为好搭档啊。二人转你们稍微等一下，之后给你们安排上啊。好，那要给大家说的就是我们今天有一支装也有两支装的眼霜。一支装的眼霜呢，大家如果想说买来试一试看你的眼周肌肤也有老干糙敏痘的问题的话，那就可以买一支装试试看。但是我建议大家啊，只要你有眼霜需求，我们买两支装的绝对不亏，而且我不建议大家买一支，大家可以看看它的保质期的时间是多久，根据它的保质期去囤，因为今天是全年力度当中是史低的划算，非常非常非常的划算。买完以后可以把它囤起来，也可以及送长辈呀、送妈妈呀、送阿姨呀、送女性的领导啊、送爱美的男生啊，都是可以的。马上要到中秋节啦，然后中秋节过后呢，马上又要到很多很多的节日，比如今年的圣诞节、今年的情人节，你这些所有节日到时候再买的时候其实是贵的，现在就买起来的话，买两支装的其实又拿得出手，又是对对方一份美丽的需求，除此以外也非常非常的划算。所以我建议大家一定要这个时候先买起来囤起来。有人说我囤了八、还有人说我囤了十二支，有人说买了八个、八个，对，还有人买了十二个、赞多给他掌声，很多哇，买了这么多，天哪，买八的人就是要发了，我跟你说，真的是有人又囤了八个，好哦，买了十四个 14, 哇，买了这么多，对，但是我要跟大家说的是这样啊，我建议大家就是一定要按你们的需求来理性消费。有一件事情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拿到这支眼霜以后我的使用的感受是什么呢？因为我的眼周是一个很喜欢起脂肪粒的人，如果要是它太油 too much 的话，我的眼周就会起脂肪粒，不能吸收。对，所以说呢，这支眼霜它是足够滋润 is the water， 对，非常的水够滋润，但是呢它又不会堵塞我们眼周的毛孔，不会起脂肪粒，这个是非常棒的一点，因为太多人，因为太多人全部都是够滋，太多眼霜都是够滋润了，但起脂肪粒，或者是不起脂肪粒，但是就不够滋润。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一定一定一定要买我们非常非常棒的两支装，甚至是可以多囤一下啊！不是说刺激大家购买，是希望大家能够按你们的需求买完以后，未来的时间里每次使用它的时候省了10块，一年你算一算省了多少钱？这些钱都可以给你自己再买一支口红了。这笔账算下来的话，你说划算不划算？毕竟赚钱不容易，我也希望大家花钱的时候能够花在刀刃上，好不好？好。So many person want to use single song。
就在大家都在说嘛，啊，很多人都说希望多多唱歌，这样子好了，下一场的时候呢，大家如果要是说很支持我们的赞多，很支持我们的爱天然，我们就之后有机会再给大家来安排直播，好不好？好 ，next time 可以来 sing a song for everybody， 我们可以在下一次的时候给大家唱歌，可以吗？可以呀，拉个勾勾，拉个勾勾，拉个勾勾，对，拉个勾勾，下一次能给大家唱歌，好不好？好的 ，OK， 好，我们可以来抽奖了，对不对？好，那接下来赞多手上的签名礼盒要给大家，哎，很多粉丝我好感动，大家都说好，我一定要紧盯我们的直播间，因为我们那个下次要期待一下。好的，我们再给大家进行抽奖了啊，对啊，我们有请赞多来倒数5 4 3 2 1 okay, 好不好？好的，嗯，5 4 3 2 1叮，恭喜恭喜，只有一位朋友会获得我们的奖项，恭喜，谁呀谁呀，恭喜获得我们这位奖项的幸运的朋友，独一无二的亲笔签名的礼物，好不好？谢谢大家。那待会儿呢，如果要出来的话就给我来给大家读，如果没出来的话大家看一下公示栏，好不好？然后待会儿我们9点半10点的时候还有亲笔签名赞多的要给大家。哦，时间过得好快哦，虽然很舍不得，但是现在呢我们也不得不和赞多说再见了。那最后赞多还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吗？大家平时记得要休息，还有沙瓦欧耶，一点点可以，有的时候可以，但是沙瓦欧耶工作学习在辛苦，要也要照顾服自己 ，OK 吗？然后要记得继续使用爱天然爱藏小监管，报复里面的美丽眼睛。Okay, 恭喜恭喜，谢谢大家，是不是被赞多暖心到了呢？非常感谢今天赞多能够来我们的直播间 ，Thank you so much， 谢谢，也非常谢谢今天一直守在直播间的各位小伙伴们。因为中秋节快到了，所以赞多给我们小伙伴也会送上一个祝福。在此之前，我说一下，我们的爱天然品牌有多爱大家，多么顺从朋友们的意愿。大家因为真的很想要礼盒的这一款，我们刚刚为大家申请到了一模一样的这一款，只是因为盒子我们没了，所以给大家所有里面的周边呀、产品啊，全部都是一样的。这个链接大家可以去拍了，只是没有盒子，其他周边全部都一样。周边最重要，对不对？所以是这些东西全部都有的一个链接，大家可以去拍啊。那所以马上要到中秋节了，赞多给小伙伴们送上一点祝福吧。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是的，各位，谢谢赞多的祝福，也祝赞多中秋节快乐。谢谢爱天然，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爱你爱你。是的，我来公布一下最后一个我们获得大奖礼盒的这一位，他的名字是什么？恭喜赞多的眼睫毛，恭喜你获得了我们的奖品，恭喜各位，人生难得有圆满，现在我们在非常圆满的中秋节前和赞多圆满的做了我们爱天然的直播，感谢大家的支持。人生有无数个瞬间，你和赞多一起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有见过面，他的微笑感染过你，爱天然给过你最好的天然和自然，这就足够了。我们用天然面对微笑，用爱包容四方，我们会收获最美好的一切。下次爱天然的直播仍然会和大家见面的，9点半和10点会给大家送赞多亲笔签名报道的照片，所以大家不要离开直播间，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不见不散，拜拜，谢谢。